义之士本想为民除害，却惨遭 PT990 无限必杀的摧残。话说有一个正义人士哈，想要为民除害啊，看这个 PT990 用这个憋气模式不太习惯啊，而且看不惯是吧？没想到被打着打着啊，他居然被同化了。他被打得有点苦恼啊，也上了这个模式，发现上了这个模式之后，他根本也打不了啊，而且也感觉自己变邪恶了呀哈。这下要被吊打了，喂，这一波预判非常的厉害。你还想过来啊？啊，还想穿播？板崎良他这个大饼，他穿播是穿不过去的哈，一般穿的是小波，然后空中飞行的道具，而不是地上飞行的道具哈。飞行道具的话有分好几种的，比如说八神他的飞行道具是吧？他是在地上的，你要过去穿播是穿不了的。但是包子啊、雅典娜的那个波啊，他是可以穿的啊。他应该是被打得有点急了啊，已经失去理智了。这个正义人士现在除不了妖，降不了魔呀，完犊子了！还出来一个手电筒啊，就是想要模仿一下。可以啊，抓到。应该是有失误的。将裸杀开过来，哎呦，又骗招漂亮。跳CD来，无限裸杀，必杀吃到饱。哎，这个模式我说是为什么呢？哈，他这个模式就是为了躲波的哈。哎，漂亮！这一波知道你要过来了哈，直接发一个霸王拳了啊，枪好强了啊，有点意思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怎么他也想上这个模式了哈？原来是怕吃这个无限波，就是为了来躲波的啊。为民除害的话，你得还得有这个两把刷子哈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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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波也有技巧的哈，慢波快波还是得看好哈。完了，完了，大猪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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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，死了。好，关注熊熊，不会走丢。